是东东应征我的助理，人的就是今天。没有，美啊美，其实扮假装。好了，没有这一个了。大，这个是真的没有彩排哦，是骗线。而且我们听到他说，跟宪哥工作只是我的跳板。这什么物件？就是说，等一下被耽误的歌手，他给我们的线索。超人行事历，哎。淘宝直播大热门，淘大大热门淘宝直播，杭州回程小大，这是谁的？有毛病，这是就是我的，是你的行事历。越南玩很大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哎，这是真的，我的全满的，你看，哇塞，四月没有一天是空白的，超人呢，真正的巨星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线索，拥有你行事历的人，拥有我对，哎，你行事历，东东，东东摸来摸去，那个东东。来，三十秒开始。强嘞！好酷呀，酷气呀，哪路弯？好酷呀，兄弟都不一样。好酷呀，把墨镜擦擦发亮。好酷呀，亮亮呛呛样样的都喝酒醉了，当我把酒杯飞了，你不够格是对的，你当过来学了，说什么都。在我面前就是要跪，说我黑社会哥哥，我只是前辈不醉，反诈。还有，有没有感觉？所以回忆你刚刚说巨星在哪里？你就是巨星，对，真的假的？就是我，就埋这个伏笔啊！阿姨，请换他，我们就唱好了，那只有我跟他合唱的。其实好像也只能好像，因为我们的流程是要跟巨星共演，对，真的有这个共演。那你有，反正我们等一下你有空嘛？对，我们等一下三个就坐在那边了，看你的感觉了。如果你感觉到了，你就出发，好不好？然后够感觉的，还没有给我踩，对不对？这个很猛，好了，因为我们每天在唱的嘛，你身经百战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要跟他合唱了，是吧？好了，那我们就管他的，就跟他唱。
回头。之前制作人一直犹豫说要不要跟你讲，我们说不用。对，宪哥就是 freestyle， 真的是完全不用彩排。那你当中还完全不用那唱那一首，还有 rap， 还加 rap， 自己编自己编。对啊，就想说那写下好了，写完这样。所以你后来你是经过很多年，其实他很年轻啦，才应征我的助理。对，你等的就是今天。明天就要离职，对，然后准备要发片，录完这一集就离职。那更恶心的是，还故意跟我穿 dress code。对，因为那天在楼下，他跟汉年那头就听到他说，跟宪哥工作只是我的跳板。下礼拜就要录影了，好爽哦！但是个东东啊，是真的，我那么多年的助理里面啊，做的最好就是。很聪明啊，他好看，他是操劳了，要不然才二十几岁，二十出头岁，二十五岁，二十五，你二十五岁，二十五，那你先要不要卫生纸？要不要保养？然后哈，然后因为我昨天我就觉得怪怪的，我不知道今天要跟你合唱，奇怪的，没事就好好的，对，他跑去烫头发，抓到了，没啦。平常都戴帽子，哎呀，神经病，平常都戴帽子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他算是阿美族，对，哎，有这个戴包包是你的，还有板扎，啊，板扎，啊，然后天生呢就很会唱歌，对，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突然要，哟，哎。rap 也可以来唱一下，想说跟他们开玩笑这样，对，马上。阿美阿美，其实搬家窗。好了，没有这一个了。为什么会阿美族？阿美啦，阿美族。啊，然后就来，我就唱一下，哎呦，唱的大家口碑很好。哦哟，对对对，听过的都说赞。当然。会有排斥，就是说有发片的机会嘛，或者什么？没有排斥，没有排斥，很欢迎啊。我本身是有排斥。哇！我跟你讲，宪哥真的要小心身边人，说不定下次去云顶是他开演唱会，他东东带你哦。来来，评审老师三位怎么看？老师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他刚刚自己写那一段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别首歌，我在想是什么歌，想说他是抄哪一首的。那你比海蟾有才华太多了。对，他在楼下，怎么会跟海蟾？怎么会跟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来来来，我觉得头就不要白烫了。就直接可以出道了哦，好帅的皮啊，这都有了造型，海清以来，我觉得他已经有上就是直播啊什么，他都有露脸的嘛，我觉得都是有预谋的，对，都有预谋，有预谋，干脆我帮他报名中国好声音，对，对啊，好不好？非常有机会。